日前，黄明昊录制综艺路透曝光，一头红发气场全开，身穿无袖红色上衣，皮肤白皙，估计又要引领一波时尚的小潮流。照片中，黄明昊身穿红色 T 恤，红色属于高饱和色彩，能够呈现出很鲜艳的视觉感，衬托的肤色特别白皙，黑色帽子的加入彰显出他独特的时尚感，无袖的款式露出他健硕的肩膀，散发成熟的荷尔蒙气息了。解开几颗扣子，打造出V领的效果，很好的修饰脖颈线条。内搭了黑色的背心，圆形的领口带有随意柔和的味道，更加凸显清爽时尚感。经典的黑红配色产生强烈的视觉冲击，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。黄明昊带着长长的方锁项链，打破脖颈处的单调感，搭配两只不同的耳饰，多了一丝潮流酷感。最让人注意的就是黄明昊的一头酒红发色了，搭配上精致的妆容，真是美颜暴击的一天啊。更多时尚资讯，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。